今天我开始属于我。十八岁的时候，我心目中大神级的动漫是像是死神啦、鬼影忍者啦、海贼王啦，都是我的大神级动漫。我想任何人十八岁的这个心目中女神的选择呢，理当应该都是隋唐、侯佩岑、黄龄。十八岁的选择，你的青春埋在哪些书里？你最关注的社会热点，你耳机中无限循环的歌曲，谁是萦绕在梦中的七分女神？什么让你45度仰望天空迎风流泪？如果能互换，下一秒你想成为谁？你心中大神级动漫，你最想尝试的第一次，你的高考关键词，你心中的9.8分影视作品，晒一下你的梦想职业，谁是路过你心上的男明星？18岁的你快乐吗？18问世界，18岁你眼中的最美一秒，18岁的初告白。湖南卫视、中国青年报、天娱传媒联手打造《18岁的选择》2012湖南卫视成人礼盛典。这一次，提起笔，带上心，做出属于你的选择。登录以下网站均可参与：京网、中兴在线、天娱传媒官方网站、腾讯教育，更有机会赢取2012成人礼盛典门票，参与属于自己的新春盛会。18岁的选择，我们的选择。